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可以救台湾，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欸，咱即马倒转来，伊原甲咱王教授吼共同吼，咱即马最后一个问题要来请教啦吼，就是讲吼，这个迄啰电视顶悬啊有在讲啊，伊咧讲吼，有个人有嘛，王教授你有写一本册讲，2031年嘛，吼，迄啰强匪也崩盘嘛，有个人讲当时会崩盘，有个人好啦，拖来扯去啦吼，啊，有个人佫讲九年了后绝对就结束啦，安怎呢吼？啊，即马拖来扯去啦，准讲啦吼。啊，若十年后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安敢也阁有法度参入进安尼，遮尔啊敖欺负人，遮尔啊惨受。无啦，我的看法是，因为我是相信中国像安尼在咧就乱来安尼到。党为着咧压代志啊，啊，你感觉伊家己的吼？上吊，而且家己真自私个呀。一人，真自啊！撞人啊，撞人万多一个。伊感觉伊是上吊，伊个伊，这感觉一个伊就要变上帝去啊呢？系啊，对不对？哦，我是地球的球王啊！啊，球王，球王，球王，已经到这个程度个，你讲唔是取笑，哪有可能嘛？尤其这个，你讲头先讲个李瑞讲，感觉伊。小学都无毕业，但是至少人。伊讲伊会听到啦，伊讲伊会听到啦。你讲咱党诶，迄款诶，敢若听一个人咧，听党诶话，即款诶社会，你搁较头壳你若无乱想，第一点，无即这个讲个代，当然第一款社会，天灾嘛，为了顾性命嘛，变啊无灾去。啊，所以我的看法是，在2031年以前，伊绝对会发动战争。这战争啥？伊为了要统一。伊就看来看去，会使派出手派对台湾，所以台湾你家己对啊。台湾较能吃吗？不是能吃，伊派对伊个乱讲啊，这是我的固有领土啊，啊，这说的这个内战的持续啊，内战个继续来争，说的你的国家的名叫做中华民国，对啊，中华民国那是继续啊，怕不死的僵尸啊，哦，僵尸嘛，所以合理嘛，所以伊会怕，我想伊会怕，伊会饭汤啊怕，啊，伊的中国人就知影的。中国人杀人是绝对是个千刀万剐这款的呢，我甲你注注迄最贵个。你刚刚看迄啦，最近有一个叫蔡天凤，一个白优嘛，嘿啊，伊就用这个方式。对吧？所以中国人就是要死嘛，要拖你落去死啦哈！尤其伊感觉会赢，感觉怕比美国较厉害啊，但我的看法是。差太多，即嘛经过迄个什么 IC 链哦，迄个晶片链，代志都看出来嘛，差太多，因为你从咱台湾人立场来看台湾的发展，你就知影，哪有一30年来都变安尼是，无可能。是新的这个统治阶级、富裕阶级，富二代、富三代背起来，安尼那样嘛。实际上，无遐厉害。人发明火箭，人是飞去太空，还是飞后边的菜园啊？对，啊，伊也无啦。伊的武器的发明，连你钱人开有够，对不对？外国人来跟你协助，还是你硬偷钱，拢创得出来嘛？但是一个社会制度也好，即老百姓的文明程度也好，教育程度也好，啊，现代化的程度，唔是你国家开偌侪钱嘛，无较大，制度甲你领导者，这两回事，啊，所以会怕，我也麻烦。啊，所以我也看是，那怕落去，我要爱讲的是，怕落以后，我是期待咱海外听台湾的听有的听着。听众，你甲替我想看嘛？拍落以后，中国绝对分做十个、七个、十五个，无定15个国家，对不对？15个所在，啊，这15个所在会阁乱糟糟无？会阁变成个
建国时代安尼个乱糟糟太太，啊，还是联合国个出面，哦，甲因安尼辅导，建立即个现代化。我袂，哦，免讲一定着民主化的现代化，着现代化啦，和平化，做着教育个问题就好啊，伊都当然。咱台湾也出钱，我大家食饱嘛。我人若要死到桥时，要安怎现代化？对，顶顶安尼是。啊，我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那安尼中国大概是安尼，无可能变个时阵，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么大的中国嘛？嗯，已经安怎呢？伊是蒙古人，蒙古、新疆、西藏，迄拢是。也拢是强悍的民族呢。不是，不是强悍的，那是晚清合理的嘛。无中国过去五千年来，拢是干那这个中国的中原本土这个所在南亚嘛。你讲你文化遐尼高明，你拢无嘛，拢干那底下的无嘛。咱对门讲个长城以南，噶吼，噶即个广东以北安尼啦，上个四川啦，安尼安尼嘛，像台湾都无在内面的嘛，啊是咩啊，当然，完全人家，这根本你中国文化、中国人外交，你都干那底底下，迄就是你内面的最多，中国人绝对有问题啊。这咱顶摆讲个，啊，所以中国的几年才有办法。卖讲变成世界负担啦，应该参与这个世界来共同来开发这个世界，共同来建设这个世界，来建设世界和平。你们用几百年啊？唔啊唔啊唔啊！当时才有办法变成一个建设世界世界舞台的这个为这个人类文明来造福的这个角色，我看。伊就一百年。千年哦。无啦，那老年那个个斗三工，咱台湾个斗三工哦。啊，你唔着看伊要互人斗。无，啊，就变成十几个、二十个去啊。哦，啊，十几个、二十个，佫拍一个两两两。无，就是。因为好斗民族啊。无啦，好斗民族嘛是为了八斗袂啦。啊。大概伊啊，那袂，你都可以斗啊。啊，无你看因即马，你看因即马嘛是佫家己拍家己，一个防疫尔，一个疫情尔都拍到安尼。所以，我就是咧请教，甲大家听讲吼，就甲大家请教看。就一百年还是两百年啊？阮这位台长哦，诶，意思超一千年啦，都是无希望的。你是讲无希望？我活较久咧，就看会着啦。咱拢看袂着啊啦！我敢讲一百年、两百年，你讲一千年？一千年，千年王八万年龟啊！你都到时了。啊！中国人有耐性，绝对是乌龟啦！你叫接你的讲法，啊！所以这个是大问题呢，这大问题。中国到尾啊，这历史、人类历史上过都无讲的，啊！这五百年来，中国发明什么物件，对人类的造福，造福有多几点？嗯，无，真少，真少。另外，人迄啰先进国家走去。走去月娘，走去什么星、什么星、什么什么星安尼去啊？啊！你中国十几亿个人，你敢有发病讲走去什么星、什么星？你干那？你卫星的迄落迄火塞，你都无法度清。好啦，这十几亿是阿强啊病出来过去一生，一九四九抬个四亿，尾我变个三亿外的款人家来啊，尾也是哦。伊讲二十四亿啊，伊即话讲二十四亿啊，有影无影嘛？骗人的对唔对？吓啊！好啦，最后啦，因要安怎收拾这个残局啦？啊，就在坐一口就好啊！你唔接受，你那个人家，甲你，甲手甲你伸来，甲要甲你协助，你唔接受？你小手嘛爱伸出来，啊，无人就无甲你，什么小手也？老手的粗鲁的手嘛，你嘛就你哪不出来，人嘛人嘛我就跟你斗。啊，你看伊爸啊，爱知影严重性，你要拍你拍嘛，咱就对迄啰啊拍敢啊，我台湾啊，互你拍了，互你占了先。啊，日本啊咪惊嘛死，韩国咪惊嘛死，菲律宾啥物啊，美国也佫较惊死，知影你迄啰代志袂遐简单啦。哦，啊，你即卖真实力啦。
较谦虚一个啦。你即马心理不平衡，就要欺负隔壁啦。伊欺负台湾，啊欺负隔壁咩？对啊，咱就伊个隔壁，系啊，我迄个心理不平衡个，拢要欺负隔壁。啊，我会看是，这样讲，这是习大大大概伊个精神上有问题啊。精神压力受不了，受不了压力啊！在伊个怕台湾出亏。对这点我完全同意这个台长的这个台长有影，这个看法拢比阮大家搁较深，搁较深，佩服。无啦，怕台湾出小啊，不都像你。系啦，啊，都有影，拢认敌，霸凌台湾出小，哎呀，出力贵啦。他那一股鸟气啊，没办法冲出来，啊，都。霸凌台湾啦，安尼在出气啊！即马是霸凌到时，甲你消灭嘛。但是哪有天下哪有遐简单的代志？个问题是，差不多咱有分析个嘛。啊，今仔咱就讲啊。今仔讲到这，因为咱台湾人实在是有影足和平的，啊，搁咱台湾哦足好客、足热情的，啊，拢无啥物心机的这个台湾人。虽然讲哦，足爱钱嘛是足骨力拼的，这个真骨力的民族安尼哦，希望讲咱大家拢会当和平相处安尼啦，对无？是不是安尼？世界本来就是安尼啊，邻居嘛，所以讲是咱过去的这个，伊哪有一点啊讲两岸一家亲，亲人的味道？对啊，血浓于水，他把我们血洗台湾，不是血洗，是血洗。好啦，咱今就到这。对，你讲，伊要跟咱学习呢，总会跟咱说呢。哎，什么你叫伊讲？伊讲要跟咱学习，伊那阿弥是伊要有通救。哎，对啊，跟咱学习，要有讲勤俭嘛呢，哈。但卖像台湾人遐尼爱钱。对啦，好啦，吼，到这就好，系感谢。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会当救台湾；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能够救台湾。